训练是非常辛苦的，那个枪其实每一次都不轻，然后这样甩来甩去，我有好几个学生都因为这样手腕都受伤，都要看医生去针灸，真的非常辛苦，非常努力哦。那么接下来
哦，好戏是一档接一档，强档是一波接一波。我们带来给各位的是我们庄敬高职的。